殿下太高了，您在上面太危险了。我要练功夫，我要为国报仇。司马大都他会训斥我的。我们要躲到什么时候啊？躲到不用躲的时候。老夫时日不多，必须赶快找到能保护你的人。你就走吧，我才不怕呢。这些奸臣坏蛋，我们还得找些帮手来。我认识几个好汉，把他们召集起来，保护王子干他个轰轰烈烈。就看这些凶神恶煞、大摇大摆的闯进了知府衙门，吓得那些贪官老老实实的交出了不义之财。探索，雪燕子，犯有违抗官府、打家劫舍、聚众械斗，这个靠谱。你确定吗？既然做你的保镖，当然要强犯些。宝铁锤，犯有劫持侵犯、聚众斗殴、劫持官银等罪。老子向来不欺负小孩，但今天不得不破个例了，小鬼。这里还有高云飞将军的通缉令。当然有他，这可是全国头号通缉令。他们长得像妖怪，但其实是好人。这么说，他们不是坏人，就是脾气有点怪。全都是不好惹的主。你确定这些坏蛋会帮我？现在只有这些人才能帮你。可是师父，他们自身都难保，能否来保护我呢？我们很快就会找到他们，你也要信赖他们。你确定吗，师父？